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的中国戏曲节，今年请到十二个剧团演出八个姿彩各异的地方剧种，包括京剧、昆剧、川剧、上海粤剧、福建蒲仙戏、广东政治戏，还有大家较为熟悉的潮剧、广东粤剧曲艺和南音，精彩演出，连场好戏。门票于城市电脑售票处发售。